者，大家好，我是 Kelly 张希文。我是喜欢家里很舒服啊，我对家里的摆设啊或者 decoration 啊，我是很有要求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笑啊，或者跟人不是很熟的时候，我会比较静，好像有点恶这样，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想跟大家讲多一些笑，或者跟大家玩得开心一点，等大家知道其实我都不是那么不同啊。我觉得打机这件事是帮助我很多的，因为打机这件事就令到人就认识真的我，大家可能见过我在网上面的 personality， 那就不会怕去跟我讲笑，不会怕去跟我倾偈。一路中学的时候呢，我全部 friend 都是男仔 friend， 因为嗰阵时我夹 band， 在中学的朋友望到我而家，佢哋会觉得啲男仔会觉得，即系估我唔到，即系点解我会做咗呢一行，或者去选美放埋一边。因为其实有时我都系咁样嘅，即系呢啲先啱 channel 咯。如果好 high 啊，好多嘢讲嗰啲，有时又我个人又唔系咁样，就会好。